大家好，我是大连，我在莱山一个麦芽厂，中午到饭点了，我过来尝尝他们的食堂，看看他们都吃什么。小林，你后边儿，你看什么吧？后边儿，后边儿。看看都吃什么，红鲅鱼、大醋菜炒豆腐、炒花菜、两个馒头、一碗汤、紫菜汤、红烧大馒头。在这家厂子已经干了30多年，能干这么长的年头，能留下，说明是一个好厨子。两万的花菜，我看他做的时候是放的花椒和辣椒。他里边放了点醋。吃这一顿饭花多少钱？免费啊，免费的啊。倡导广泛行动，拒绝餐桌上的浪费。这个食堂的大师傅做饭挺好吃的，有机会还得过来蹭啊。